具。妈妈一直的玩具。哦，你这个是有好多好多的玩具可以玩呢。今天是睡到8:45的小泳裙。哇，你睡得好久好久，好饱好饱。然后起床就再玩玩玩了。还带了一个睡袋跟一个帐篷回来，有得玩了。还是因为你昨天就是一直爬爬爬爬隧道，爬来爬去，耗费了好多电力，所以今天可以睡到快9点，细不细啊？妈妈管你。好，小泳裙早安。小泳裙的早餐，今天是9点的早餐，还有鲜奶，然后又要开始玩玩具了，对不对？要玩一整天的玩具。去长高，喝鲜奶长高，吃饭饭长高。还有臭臭，对，还有臭臭没有收，嗯。好啦，泳裙裙，我们今天妈妈吃，不是，今天的午餐，妈妈弄了番茄肉酱意大利面。没有。什么意思？来。没有。好吃，你看面面，还有番茄，对不对？还有肉肉。没有。有没有肉肉？没有。嗯。也有。也有。没有虾虾啊。你自己拿，你自己拿。好好，来自己挖，你自己挖。这样呢？这样多。多。这样多，有多。多。多。群群。多。多。这里。这样有没有好多？哎呀！啊，两位家伙！这里很多了。吃完了，小泳裙有答应妈咪。嗯，对啊，吃完水果要把面面吃光光。有答应妈妈。对，你有答应妈妈。对了，这样就对啦。有多？有好多，对不对？哦，妈妈这次是用番茄的罐头，番茄汁罐头，里面有番茄块，番茄汁，很单纯的成分。然后买绞肉啊，用一点洋葱，满满的洋葱，先炒香炒焦，
炒到透明，然后加绞肉，加番茄罐头下去炖煮，就变成番茄肉酱意大利面了。你们觉得妈妈棒棒？对。哦，风吹。好吃对不对？妈妈也觉得好吃，方便、快速、简单。来，群群，我们来吃晚餐。今天的晚餐是鲑鱼白菜蛋炒饭。大口。好，大口，你挖，你自己挖大口。你看，哦，这么大口。里面有鸭鸭。对呀、啊。里面有鸭鸭。你吃吃看。嗯，掉了掉了，你看，小心。这样子拿好。嗯。你挖那么多。不是不是。全部。全部。来这里，妈妈给你全部。你要很多，你要吃很多是吗？嗯。好，那妈妈这样子，你看，很多有没有很多？嗯。可是汤匙，小群，妈妈跟你讲，好好的讲，我们好好的听好吗？汤匙就这么大，能挖的量就是这么多，而且你的嘴巴小小一个。就算挖这么多，你也没有办法一口这样吃下去啊。哦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慢慢的挖多一点，这样。嗯。好，你嘴巴还有啦，你要吃这么多，这样可以吗？嚼，慢慢吃。好吗？要嚼，要慢慢吃。嗯？你要干嘛？嗯，因为太近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嗯，为什么脚脚在这里？小泳群洗完澡澡要喝奶奶了，对不对？大口，大口，你用力吸就有大口了。你连奶奶也要吸大口，用力，有有，你看。啊！用力吸，为什么？啊，你看看。好，那等一下刷牙牙听故事书睡觉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怕什么？打鼓。打鼓啊？哪种？妈妈哪种？哪种？哪种什么故事书？不是。你看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狗旺哎。嗯。还有鸟鸟，昨天狗旺跟鸟鸟的故事还没有讲完。狗忘请鸟鸟喝汤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用盘子装汤给狗那个鸟鸟喝。哇、哦，鸟鸟根本喝不到，它的嘴巴那么长。然后呢，哦，贺太太就很害羞，满脸通红的说：“哦哦，不不不，我突然想起家里有点事情，想先告辞了。”狗忘记我吧，狗狗，狗忘记我。狗忘吃饱，狗忘吃饱了。然后贺太太走了之后呢，回家之后，哦，狗忘见了，哈哈大笑，哦，好开心。哪种？哪种狗唯一？哦，狗唯哪种？好。狗唯笨笨。你不是说哪种吗？六。嗯。左边哪种？左边哪种？这样可以吗？我们贝贝这里。嗯，啊哈哈，
这个。然后。哦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过了不久，狗忘记。也看看我。又来了。也有妹妹也看看我。这样子，杰高高可以吗？狗尾杰高高。狗尾杰高高，这样啊。杰高高，杰高高，全部杰高高，全部杰高高，这样，好，有熊，母熊在下面啊，它已经杰高高啦，在狗在贝贝里面啊，然后有一天，贺太太请狗尾到，不是狗尾，请狗狗狗旺到家里去用餐。狗旺很高兴地跑过去，可是狗旺大失所望，这里好菜好香的菜汤和肉全都装在细长紧紧的瓶子里，你看然后爪把那个汤装在那个瓶子，你看这个瓶子，哦，狐狸怎么吃也吃不到。咦，你怎么不吃呢？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吃？狐狸知道被耍了一招，可是没办法，只好狼狈的狗棒饿着肚子回家了。好了，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故事。杰哥哥有啊，有杰哥哥啦，有呀，杰哥哥床上杰哥哥，嗯，好，有杰哥哥，对不对？真的杰哥哥，在闻还是怎样？嗯，妈妈开，好开呀！你要开呀，来，开，要开。好啦，用君晚安，要睡觉了。妹妹歪掉，没有歪掉啊，是你自己歪掉，你歪歪的，所以你看什么东西都会觉得歪歪的。嗯，对，对呀。好，要睡觉了，明天见。妈妈叠高高，有叠高高啦。妈妈，歪掉。没有歪掉，你歪歪的，所以好了，小红裙晚安了啦。歪掉。明天叠高高，我也叠高高。好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小红裙，你怎么在那里？嗯？不能从这里，你会掉下去。来，过来，妈妈抱。哥哥，这样。啊，你要擦乳液了，你的脸要擦乳液。